好了，会唱了，副歌交给你们正版，我是盗版的哦。然后副歌记得会有带动唱，会送礼物这样，最大声的会有一本我的新书这样哦。礼物是新书啊，对，280块啊，不便宜啊。是，对，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，不然大家以为我在乱讲。好，等一下，哎，那个后面那个有一个电脑包最后面，对，啊，学长你尽量帮我找了，找到再拿来签那个。是，电脑包，电脑包。电脑包里面有几本书，那就先唱这首传统劲红歌啊 ，1、2、3、4。
现在尤其是年轻人啊，吼，应该两句话很容易唱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唱最大声的吼，哦，280块，吼，自己出的书了，这样，对啊，当礼物这样。然后今天他会有3-4本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刚刚放在那个草旁边，然后他好像淋到水，所以湿湿的，没关系，你就把它晒干，它还是跟新的一样这样。对，这有出的摄影集啊。哦，好啦，那现在交给你们哦，我先一句哦，然后再换你们哦。实在是在新社弄这个，我实在是很想撞墙，因为老人家那么多。好，来，马里，可以哦。马里吉，马里吉雷达。哎，你们怎么比我还弱？怎么可能？马里吉。马里吉雷达，马里吉，马里吉达 ，yes， 马里吉，马里吉雷达，对嘛？可是老人家不算，因为你们太厉害了。马里吉，马里吉雷达，马里吉。马里吉，马里吉雷达，马里吉，马里吉。不过现在听起来都是老人家唱的比较好，当礼物很难送哎。年轻人，要不要加油一下？因为主要是，然后我很想得到哦，少来啊！真的吗？好，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。因为现在都是老人家得到，对，好，再一次哦。然后等一下看原主唱有没有什么意见，那个对，可以把麦克风给他哦，对，现在吗？麦克风可以给那个原主唱。没有，因为我不想打断你的，你要告一段落我才请原主唱来，直接就可以了，因为你唱的怎么讲？歌词有一点出入，有一点出入。好，那快点，现在就可以了。你因为你唱的是 Mlaki Mlali， 你看连你也不会，很难，真的。你再唱一次。Mlaki Leda， 正确的是 Mlaki Mlaki Leda。Mlaliki Sita Mlaliki Mlaliki Sita Mlaliki 是我们在丰年祭的场合大家一起欢聚的意思，可是你唱的那个意思有点像是部落什么流水之类的，这个哎，怎么听起来更美，奇怪。这个是我们头部刚刚把我叫去好，你看，连我练了3年，我还是这个程度。所以你们如果想讲好母语的人，你每天没有好好练习，你每天没有好好去做一些功课，怎么会？对啊，学得好呢？对啊，我连一句话学了3年，而且我很认真呢，就完全没有办法这样。好，所以再给你们台下最后一次机会，跟我自己也一样啊，哦，最大声的可以获奖品。好，来哦。马里吉滴答。马拉里吉，给他们唱。马拉里吉里达，再来。马拉里吉，马拉里吉里达。马拉里吉，马拉里吉里达。马拉里吉。顺不嘞，哎呀，阿哲，
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好了，虽然有点出入，可是没有这个一定已经相当咖喱当了哈。这个一定会出问题，我知道。但是保证了，除了唱的歌词部分，其他应该都是世界级的，是是，应该是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了。